别着急啊。今天的 Regina Knows， 今天是一期从来没有做过的主题，看了一个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国的 YouTuber， 他做很静谧很 chill 的那种感觉，受到他的视频灵感影响呢，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就是 Go to bed with me， 终于来到女生们常规的清洁卸妆护肤步骤。我好喜欢最近这支唇膏啊，这是一支新唇膏， Chanel 他们家一个新系列叫做 Warm， 特别润特别薄的那种小小的珊瑚色，没有什么存在感的那种很有元气的颜色吧。哎呀 anyways，要卸妆的时候怎么会跟大家种草起唇膏来，首先先把头发拆下来以后，哦舒服多了，只要一回家啊把头发散下来，都别说卸没卸妆换不换衣服了，我就觉得我啊、已经回家了，已经 relax 了那种感觉。我最近这段时间呢用的都是大长发圈，就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小小的白色，它好像是小绒布的那种，这个皮筋的这种大小啊三号特别舒服，就是勒起头发来不紧不松，所以最近呢出门在家我都爱用的是这个，随便绑一个马尾扎起来吧，不然洗脸的时候呢头发零零落落的会很难。先卸妆吧。其实呢前两天才刚刚跟大家做过美瞳的视频，一定要记得卸妆之前要把它摘掉，但是今天呢如果说我卸掉的话呢，很长一段时间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瞎子了，所以说今天呢我就先不摘隐形眼镜，轻轻柔柔的卸妆，但大家就多担待，这是一个错误的步骤。洁面呢就是有下面这么几样东西，最近就是在用这一款卸妆油，一款日本的卸妆油 Clay Pathy Herb Oil Cleansing， 不是在 Yes Doll 随便买，但真的很好用，挤出来就是这种黄色的油，也不拔干也不会糊眼睛。通常呢如果说我画像今天这种淡妆呢，我就挤一个 bump 把它在脸上这么揉开，其实顽固的眼线啊睫毛膏啊还有唇膏啊都能卸得掉，可能睫毛膏这个位置呢需要多搓一下照顾好，因为有的时候啊我卸妆比较马虎，洗完脸的睫毛膏还会在脸上还会给自己印一圈，那种很恐怖很野兽派的下眼线就有点可怕。下一步呢我就要用这个 Foreo 洁面仪了，我真的觉得是每一个女生都有，我的这个是 mini size，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去旅行的时候带的也方便，会把洗面奶直接挤在上面，然后呢就直接进行脸上的洗脸清洁步骤了。我的洗面奶是这一支，应该是希腊的一个牌子吧，叫做 Coris， 我是在小红书上被种草酸奶洁面，用了一段时间其实觉得无功无过吧，不是说特别特别清洁力强的洁面，而且呢其实说实话我本人比较喜欢泡沫比较丰富的洁面，我觉得它算属于没有泡沫的洁面，如果是十分的话能打6.5，我更爱把它用作早晨的晨间洁面，因为起来后很清爽，可以用这个洁面仪的侧面把鼻翼两侧啊还有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都照顾到，犄角旮旯这词是不是很土，淘宝买的纯棉时代的纯棉洁面巾，也是我的爱。跟大家说一个超级超级超级让人生气的事儿啊！今天阿瑞亚出门去上厕所，然后他在马路上不乖嘛，就一直一直一直来回跑，要往马路中间跑，反正就很淘气。把他拉回家后就很生气，做事要骂他，然后呢他就很害怕，他就好像已经察言观色到了我情绪那种喷薄而出，他就往 Niki 那边跑，就企图到他身边寻求庇护，就在那里抖了一下尾巴，结果就抖出一颗屎来，就是那种屎蛋子，敲敲敲在地上弹了3下，仿佛在水面上那种小石头打水漂的那种东西一样，然后呢就停在
客厅正中间 Nikki 的面前，然后我们都惊了，我就觉得 Rhea 这狗它真的太不靠谱了。第一样雪花秀他们家这个梅花系列的这个水乳，这个系列呢应该是没有乳液，所以它是水乳二合一，就挺适合懒人使用的。挤出来其实这个质地呢算是比较粘稠的。我觉得爽肤水这个东西啊，其实在我脸上呢作为护肤产品的第一步，保湿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我觉得还挺舒服的，不会说会有皮到有皮的我呢感觉很黏腻，滋养的程度也挺久的。第二步呢我就用眼部精华了。我眼睛下面这个问题算是挺多的，一直困扰我挺久，它有两道比较大的细纹，所以说啊我用眼部产品呢只在保湿和抗皱，就是抚平细纹的这个功效。穆拉德视黄醇眼部精华呢我大概用了有一个月了，也就是 A 醇眼部精华，我每次都是挤这么一泵，奶黄色，就是看起来奶奶的这种质地，延展性特别强，通常会把它放在无名指上，就很好推开，连眼睛上半部也稍微照顾到，水润舒适，滋养抚平细纹的这种感觉，就熟龄肌啊，比如30岁的我呢，我觉得后续应该是一定要配合一款眼霜使用。最近用的眼霜呢 La Prairie 他们家的这个白鱼子眼霜，带着一个这种陶瓷的小球，有效的改善眼部周围的这种色素沉淀的鱼子精华，对抚平细纹有特别强的功效。质地呢算是比刚才的那个 Mura 的眼部精华要稍微稠一些，但是其实呢你要说推开也挺好推开的。大家最近看不看30而已，我觉得女生嘛一定要活得有尊严且精致，上进且聪明，那样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吧，不管你在什么年纪。因为它有这个温热的感觉嘛，所以我会用它这个小的这个白陶瓷球呢在眼睛下面这么推一下转一下。基底我今天用的呢还是娇兰的复原蜜，我觉得它可以让后续精华吸收的特别好。那通常呢我就是两款循环用，一款呢就是 Lancome 的小黑瓶精华，另外一款呢就是娇兰的复原蜜，已经快要用到底了。我通常呢就挤这么一泵，直接就放在手上轻拍在脸上，它下面的这小珠珠呢会爆开，在你按摩的过程中呢就直接到脸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修复作用并且很好能帮后续精华导入的这么一个精华基底液吧。我自己觉得呢其实它有消闭口作用，不管什么时候我使用它都是在脸上挺舒服的那种感觉，皮肤啊处在一种比较平滑细腻的状态，看起来后心情特别好。 Murad 穆拉德视黄醇面部精华，同时呢也叫做 A 醇面部精华，将近也用了一个月。听大家说早 C 晚 A， 就是早晨呢用维 C 成分的精华，晚上呢用 A 醇成分的精华，就可以美白修复抗皱抗老。 A 醇这个东西刷完的话是要非常注意很好的防晒的，所以说通常呢早晨我不用，就生怕防晒做不好。我每次呢也是挤一泵，有的时候一泵半吧，水润不油腻的这种乳黄色的质地。之前啊我在没有使用 Mura 他们家的 A 醇精华的时候呢，有在小红书上听其他的小伙伴说 A 醇啊是一剂猛药，最开始是要低频率慢慢的转成高频率慢慢用，就没有建立耐受的时候，如果你很频繁的用呢，你可能会过敏啊红肿啊刺痛啊那样。有对 A 醇感兴趣小伙伴你们一定要小心，最开始呢要慢慢的频率由低到高建立这种耐受 A 醇的效果就会在你脸上发挥的很好了。 Mura 他们家这个 A 醇精华呢就是我拥有的第一支 A 醇精华，可能因为我年纪大了吧，城墙皮完美过渡，一点磨合期都没有，保湿防拔干，连毛孔看起来都好像有小一些。逼到了到了晚间护肤的最后一步了，大罐装的这个 Erno Laszlo 他们家的豆腐晚霜已经空罐了好几罐了，配什么精华配什么眼霜我都喜欢，一年四季都在用。它其实是很黏腻的这种感觉，但你把它搓在脸上上脸还是好吸收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重的那种化学成分的味道。别看它质地有点厚，真的是油皮亲妈，我觉得很适合混油皮到油皮的小伙伴，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也不会闷痘，睡觉就特别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脸上也不会说一个大油田整个出油，是那种水油平和特别水润的感觉，前面的其他的护肤品的那种精华成分的都锁在里面，第二天呢在我脸上充分的发挥的效用一样，给我很多安全感，基本上就已经搞定了啊。我要刷牙了。Thank you.
我困了，我要睡觉了，大家跟我一起睡觉。这名字听起来不太对，跟我一起去睡觉。我要不录这个视频，我不知道我睡觉前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但是录了就觉得哦还挺繁琐的，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如果你们喜欢今天我的视频的话呢，请给我点赞，我会很感谢你的。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以后我更新新视频，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提醒，准时上线观看了。那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吧，拜拜，祝你们有好梦。